各位好，我姓季，是七代老师的粉丝，同时为什么要这么想？你也知道之前网上传的，要是今天没有人来怎么办呀？那你为什么不亲自看看呢？这个时候还来支持你的粉丝，是不是要好好跟他们见见了？时间到了，该上场了。哦，好。紧张吗？我的样子现在是不是特别奇怪啊？我感觉我自己的脸都要僵掉了。不会，今天的你很漂亮。对了，你来了吗？在哪？别担心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加油。七仔老师的签售会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排好队，依次入场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粉丝提问环节。我手里的呢是刚刚收集的粉丝问题，那么请问七仔大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那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是小七，你会用哪三个词形容这先生？安静、美人、我的。这先生对小七常说的话是：安静，闭嘴，等着。好，那小七最想对这先生说的呢？不娶何丹。不娶何丹。那如果要是求婚的话，谁会先主动？不好意思，丹丹，快来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这真的是粉丝的问题，还是你夹带私货？就算是夹带私货，也不是我。有个粉丝想听小七跟这先生告白，能不能代劳？这是谁写的问题？我不信，我还是笔先来一套，动作戏给我 pass 掉。好的好的，那现在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这先生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吗？这部漫画《美人一休》是我追他的全部过程。最近网上有很多对这部漫画的留言，但我想告诉大家，那都不是真的。虽然漫画创作会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在，但是大家喜欢，而且它也真实存在，我向大家保证。哎，七仔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，不就是要这先生的原型现身吗？对呀对呀，如果他真像你漫画里写的这么好的话，就应该让我们眼见为实，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对，让我们见见嘛。我知道大家的意愿，但比起个人的清白，我更在乎的是他的生活不被打扰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们些空间，谢谢。好的，那现在粉丝提问时间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七仔大大为大家准备的粉丝福利时间。我们呢会现场为一位粉丝作画，而这位粉丝呢是通过现场平台抽选出来的，他也是我们美人一休的铁杆粉丝。这先生，哎，哇，真来了，真来了。大家别激动，大家请坐。好，那我们请这位粉丝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各位好，我姓季，是七仔老师的粉丝，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。